场面这么浩大，等下在这里下车，请教授莅临哦。好，大家。大家中午好啊！接待哈、啊，谢谢谢谢，托你们的福啊！说句心里话吧，对不对？没有了，他就在那边煮法。这边，请用餐，敲门请用餐，这次餐好。1, 2, 3然后念佛那个佛蛮大尊的。我们请我们长老跟大家开示，阿弥陀佛。坐。没关系，我站着，前后面才看得到。我们尊敬的悟权法师、悟顺法师、开恩法师、智阳法师。我们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大德，大家中午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没关系，大家坐，不要客气，因为我站在那边，他们才看得到。这个非常感恩我们学院呐、我们四众同修啊，热烈的接待悟道一行。这次到澳洲来啊，也是。我们学院的邀请来这里学习学习内典这个研究的课程非常感恩这个学院给悟道这个机会来学习过去也都是一直在忙很多事务实在讲没有时间学习这些功课那这一次我们学院的邀请，让悟道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一起学习这个因缘也非常难得，非常感恩我们学院我们诸位法师大家的不嫌弃我们诸位同修大家的热心的护持。那么我们最重要的总是不忘初心的这个初心就是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他一生教学的一个核心理念这个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学习这些课程，过去先师净老和尚也常常
在讲席当中给我们开示啊。那这个给我们讲到啊，这个学习啊，啊这个能不能成就啊，关键在学习的一个态度啊，态度啊占97%啊，那方法呢是3%了 啊那么也就是这个这些年来啊，先师敬老他提倡的啊，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啊，这些德育的教育啊，在伦理上讲啊，既不称其利啊，称其德啊，啊，这个既是千里马啊，一天呢、啊、能跑1000里啊，一天能够跑400里就是好马了。那么不称其利啊，就是没有称赞他的能力啊，称赞他的德啊，那德啊，就是这个千里马呢，也要能够会驾驭啊，能够这个马呢，他能够懂规矩，懂这个规则啊，这是他的德了啊，所以啊，德义啊是根本啊，这些技艺啊、技术是之末啊，是第二的啊。所以我们学习啊，也秉持先师敬老和尚这个教导啊，啊，我们也都不能够忘记了啊，我们也要掌握这个核心的啊，这个教学理念啊，德为本啊，那么技艺啊为末啊。所以过去雪庐老人啊，在伦理讲记讲啊，他就举出历史上的人物。是这个王莽跟曹操啊，文章好的不得了，但是呢，就作乱了啊。那这个乱呢、啊，那对大家没有好处啊。那文章好有什么用呢？啊，就是缺乏这个德行了 啊。所以这个德能啊，我们都要并重啊。那德还是为先啊，为先啊。这个也是我们这个教学啊主要的啊一个核心所在啊。啊、这个也是我们同修啊，大家常常啊，啊互相来勉励啊，互相来提醒啊，啊不要忘记我们敬老和尚啊，他平常的这个教导。那么我们师兄弟啊，啊也是大家都不断的在成长啊。那悟情法师啊，现在也在啊开班教学啊，啊也都非常有成绩。啊，悟胜法师啊，我在网络上啊也看到这个《无量寿经》啊，那大家呢不断提升。那悟业法师也是啊，在美国啊啊北美弥陀村的同修啊，也都啊非常赞叹啊。这次我在上海遇到啊北美的同修啊啊非常赞叹。那智阳法师啊啊非常花心呐、啊。跟开恩法师都非常花心，那我们悟谦法师他也是能独当一面啊，这个我要向他学习啊，因为他有经验啊，我没有经验啊，啊，这个平常我都忙在做法会了啊，实在讲啊，能够这个时间呐、啊，能够安排到这里来学习啊。也是非常难得啊！如果不安排来这里啊，啊，我也要忙其他的事情了，忙其他的事情啊，也不能让我闲着了啊！啊，那这个我们也是非常啊珍惜啊这样的一个因缘啊。那么悟庄法师呢，他在这边打理啊这个方方面面的啊，这个悟开师也在这里常住啊，悟情法师也是。在英文方面的啊，这个弘法啊，也都不断的啊努力啊，在跟大众啊，特别跟啊这个当地的人啊来广结法缘，这个也非常重要啊，也是我们老和尚啊，他一个教学啊，他的重点啊，就是佛法传播到。任何一个国家地区啊，那主要啊就是对当地人啊，对当地人啊，那悟性法师也非常花心啊，非常花心，他都是
在极乐寺还有学院这边两边啊，那边啊，这个我们岛上啊往生啊还没有满三年啊，那么他在那边呢、啊、守墓啊，就是守牢上的这个疗房，还有这些遗物，哎，也需要有人啊发心啊。啊，所以啊，师兄弟，大家各司其职啊，个人啊，都发挥啊个人啊的因缘啊，那么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啊，就是目标啊是一致的啊，就是弘法利生啊，这是啊大家要共同努力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学院这个办学啊，啊有新生的啊，看到小朋友。啊，也给我们带来的啊希望啊，因为教学啊，我们总是要不断的接引下一代，那这个才能够延续下去啊。所以这个教学不是止于啊我们现前这一代啊这个年龄层啊，这个教学啊叫代代相传呐 啊不断的传递下去啊，还要培养啊后继的人才。所以这个法轮要长转啊，不能停止。那么法轮要长转啊，培育人才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如果你没有培养下一代的年轻人啊，那么我们这个佛法的传播啊也就要中断了啊，这是必然的啊。因此啊，这个办学啊，也就是教育下一代。教育下一代，如果没有教育下一代啊，过去我们老和尚也常常给我们开示啊，说不孝有三啊，无后为大啊，这是讲我们世俗啊传宗接代啊，就是没有后代啊，那是对祖宗最大的一个不孝了。那么佛法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就是这个弘扬佛法呢，要代代有传人啊，代代有传人来接这个工作。那像我们师父上人走了啊，那我们要接啊，所以过去我们老上也跟大家讲过了啊，就是像接力赛跑一样啊，那么他跑到一段。这个棒子要接给下面的继续跑，不能停下来。所以我们弘法也就是接力赛跑啊，一代传一代。那我们这一代我们要培养年轻一代，这样佛教啊才有传人啊，才能够啊长久的去弘传啊，这是非常重要。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培养下一代啊，这样的一个教学的一个具体行动啊，大概了。我们现在看到念佛堂都老菩萨了，老菩萨呢一个一个往生了，啊，到时候没人了，啊，那现在呢，我那一天呐、啊、回要来这里呀、啊，我也按照常理纪要讲的啊，出远门了、啊，先去向祖宗告假啊。那我们一些祖先，我父母了啊，我父亲啊，这些祖父啦、啊，这些骨灰都放在那个戏子啊，弥勒内院下面啊，一个灵峰秀峰宝塔啊，这个静修院啊。那么我那天去了一下静修院，静修院啊，我现在拍这个寻找观世音啊，那刚好那个顾觉峰居士啊。啊，他四月五号也会来啊。他听到我来这里上课啊，他很想来听啊。啊，他是德国的学生啊，很好学了。啊，他到大陆去学习，到台湾来学习，那么读政治大学啊。现在啊，学分已经大概学到一个阶段了。啊，我请他拍这个城隍庙啊，啊，这个还有现在拍寻找观世音。那他中文讲得很好，那这个他说啊要来这里呀 来参学了，
啊，他台湾啦、马来西亚啦、新加坡净宗学会他都去过了，他还没有来过澳洲啊，他要来这里参学。他也去过这个汉学院，英国汉学院啊，还有那个啊，他问我德国有没有净宗学会，我说有啊，德国有净宗学会，他很高兴啊。啊，所以他回去德国啊，我就把那个德国净宗协会地址给他了啊，去跟他们交流啊。那德国的同学也很欢喜啊。那我是希望，也是这个哈、哦。那另外一个美国一个年轻人浩然居士啊，他也是学中文啊，我都很鼓励他们来学习了啊，都很鼓励他们学习啊，希望啊能够把我们岛上啊这个汉字文典啊能够啊弘传到全世界啊，让大家都能得到啊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殊胜利益啊。所以他要来啊，我们这个啊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机会啊，也希望啊他来到这边啊，啊我们也可以，其实我们可以安排个节目嘛啊，他来我们可以节目，那这个就可以作为我们学院的一个宣传嘛，宣导啊。像在那阿卡这个拍的，这个拍的不是拍着回家自己看的，现在拍的这个要拿回去啊，我们电视台啊，我们这一次前天那个新庄殿佛堂开幕啊，哇了十几家媒体去报道啊，我们要普度众生嘛啊，那我们普度众生就是说，我们要去度一些他没有接触过的嘛，啊，他没有接触过，他不会来看我们净宗协会的这个网络，但是他会看一般的新闻，啊，那看一般新闻，他就会接触到嘛，啊，那这样啊就跟他们结结缘了，哦，所以我现在的做法，就这次来这里啊，阿凯来这里是有工作的，不是来玩的，呵呵，来这里是真今天讲的通通要上电视啊，上那个新闻台啦啊，上那个媒体啦。为什么呢？啊，我们师父平常教我们的，我们都要记在心里啊。啊，我们师父常开示啊，说能够救这个世界、毁灭这个世界，就两种人。第一种是政治人物。领导人，第二种就是媒体，所以我们师父很重视这两种人。你看，我们师父都是跟各国的领导啦接触，就是把这种佛陀教育、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啊，介绍给他们，让他们认识。啊，那这样对整个世界啊和平才会是真正有实质上的帮助啦。但另外就是媒体啊。啊，像过去大概十多年前啊，这个香港凤凰卫视啊，也请我们岛上讲两岸事情啊。我昨天来这里还点那个网络来看啊，那两岸事情那是在凤凰卫视那边讲的啊，那凤凰卫视邀请的啊。那这个他这个媒体的平台就不限于我们学佛的了，没有学佛的人他也会去接触到。啊，这样啊，就符合我们佛门啊普度众生的这个宗旨了 啊。我们要普度众生啊，啊，不是只有度某一部分嘛，啊，所以要普度。那还没有这个得度的先结缘嘛，啊，过去我们师父也常讲啊，还没有结缘的先跟他结缘，啊，现在布施舍四摄法先结缘，啊，已经结了缘了，种了这个善根了。慢慢帮助他成长，已经成长的慢慢帮助他成熟，那分三种对象。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佛门啊，我们做三十七念啊，四弘誓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具体的做法了啊，不能我们发了那个愿啊，在这唱一唱，唱完也就完了啊。那这个唱完不是完了，唱完之后要具体行动啊。啊，不能就变空愿了，这个愿就落空了。啊，那这个希望你来学中文啊。这个那个德国的顾杰峰来啊，你可以，他可以来鼓励你哦。他这个
中文讲的蛮标准的啊。啊，他跟我写书信往来都写中文啊。啊，这个非常好。还有美国那个浩然居士啊。啊，所以我们这一次来啊，我们也是大家可以规划一下啊，规划一下我们每一个行程啊，我们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平台上的交流啊。那这边的我们可以做一个先导，那希望我们学院这边办学啊，能够蒸蒸日上啊，让更多人知道啊，愿意来啊，这样啊，这个我们才能够长期的经营下去啊。所以我那天去看到静修院啊，我18岁的时候就去那边帮忙做这些工作啊，就是在我们暑假。但是现在呢，我到弥勒内院，到静修院，到静修院特别感触啊，去那边拍那个片啊，冷清清的了，那一个出家人都没有。那请一个小姐做柜台。那现在我们弃子净宗协会同修啊，每一个星期天去借他们那个佛堂啊去念佛，一个人也没有。那庙都盖得很庄严，都盖得很大，没人，就冷清清的。啊，所以有庙无道啊，不能兴教啊。你庙都盖得很庄严，没有人啊，所以人人弘道，非道弘人呐。啊，没有人呐，关键要有人呐，没有人呐，你这个佛法弘扬不起来。你这个庙盖得很庄严，也不能弘扬佛法啊，不能利益众生的。所以这个，还是要培养人才。所以这些寺庙啊，很多寺庙很盖得很大很庄严，到最后在关蚊子啊，就是告诉我们啊，他为什么会这样？那些老的走了，那后面没有人了，那就空在那里了啊。所以我们老和尚他提倡的这个教学啊，那才是啊，他很早以前就讲过，佛教如果不办教义啊，将来是死路一条。这个话觉得也不过分，我们都看到了啊，因为大家对佛教不了解嘛，不了解的佛教是迷信呐啊，但不愿意来接触，不愿意来学习，那当然不可能来扶持你嘛，啊，这是必然的啊，所以弘扬佛法啊，让社会大众啊认识佛教啊，这是我们现在呢这个弘法的这个要务了啊，首要的啊一个任务啊，我们大家四众弟子啊，大家同共发心。好，那啊非常感谢我们师兄弟的爱护啊，我们诸位法师啊，大家来发心，诸位同修大德的护持。那我们师父走了啊，那么他的教导啊永远在我们心里啊，我们希望啊能够继承我们师父上人呐 他生前的这些弘法立身的这些志愿我们继续大家继续努力往前跑。阿弥陀佛。收尾呀、啊！收尾。刚师说两句话，感谢一下。我们非常感恩长老，终于从我台湾来到我们净宗学院。以前我们这个长老是平等皇上的就是皇上的道长，华藏净宗学会的当家。他是我们都相处了很久，都是师兄弟。那么这一次因为老和尚回归掌机关，我们师兄弟团结一心啊，我们每年会不断的邀请我们的长老莅临学院来教学来讲经啊，我们同时欢迎在包括台湾在世界各地我们悟智慧的师兄弟能够秉持师父净宗的教学理念，欢迎来到学院讲经教学啊，因为是都同一体。
啊，同一心，我们再次感恩长老莅临，阿弥陀佛。我们接着呢，有请我们护说法师啊，这个感恩我们长老。我想起来了，我要去了。因为二师兄他对我们的办学非常的支持，那他也到处帮我们去做宣传，那我们今天能够请到二师兄过来，我觉得是我们万分的荣幸，这个就是求不到的。那我们因为一点我们要去打扫了，有空跟我们一起去打扫，我衣服都穿好了，把这个人你是这个人帮你打扫了。三，阿弥陀佛，可以跟他们打招呼啊。